我哪有那么……你刚才怎么就可以这样突然摸少女的肚子？老虎肚子摸不得。放在古代，你这样是要娶我的？我直接进去，彪彪彪彪彪彪，就等你了。说你又有，就是没有能赢。成哥呢？成哥感冒先回去了，你赶紧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嘉年华活动别迟到了啊。哎，算没劲儿。怎么了，瑞哥？啊，晚上那个什么活动，我能不能也不去了？你又怎么了？你要给成哥殉葬了？我裤子脏了。你拉裤子上了？不是，我亲起来。哦，嗨，怎么了？啊，你们经理说回来接个人。怎么了？看你不舒服，特别申请来照顾你。我是发烧了，但是我没烧坏脑子。怎么回事？裤子脏了。拉裤子上了？那你离我远一点。你鼻塞，你又闻不到。辣眼睛行不行？队长大人，吃药了。鬼鬼祟祟来我房间干什么？小二说让我看你吃完药。你放那吧，我一会儿自己吃。你吃完再睡吧。给。水太烫了，重新倒。你知道吗？女人每个月那几天的痛，加三倍就相当于是分娩时候的痛。你知道女人生孩子有多痛吧？就像是把你下嘴唇掀起来盖住整个脑袋一样，大概就是这么痛。所以每当这个时候，就算是哥斯拉入侵地球，我也能一脚把它踹回海里。就是因为它打扰我做一个安静的美少女，所以喝水、吃药，别作。再喝一口，生病就是要多喝热水。哦，对了，不能空腹吃药的，我点外卖，你要吃什么？我想死。你要死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陛下，你要死也要死在陆月这个乱臣贼子之后吧。你想吃什么？黄焖鸡米饭、麻辣香锅、日本料理还是韩国菜啊？不许说不可以。你怎么肚子痛胃口还那么好，还有肚子痛吃日料是什么鬼？我是给你点的，我想喝粥。哦，我也想喝粥。嗯，我想喝白粥加红糖那种。叫外卖吧，红糖煮房里有，粥到了自己喝。嗯。怎么了？这些粥店都没有白粥，唯一有的几家评价还不太好。算了，自己煮吧，正好我也喝不惯外面煮的粥。你先睡会儿吧，一会儿粥好了我再叫你。嗯。
你干嘛？你怎么下来了？你想喝水的话发个微信给我，我给你送上去啊。让开。怎么回事啊？哥斯拉入侵地球的时候，女人不能碰水。煮好了告诉我，我先上去。你干嘛突然回头？你干嘛跟着我？成哥，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了？不是，我也没那么好奇了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你不想说？没有，读书的时候在家里住，我妈每个月都有固定那么几天，对我使唤来使唤去。所以我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思想，女人有权利在每个月的某几天可以作天作地。是哦，那你应该还挺辛苦的。所以后面就住校了，夏天热死也不回家。那你真的很棒了。我不会轻易找人谈恋爱。是哦，你看上去也不像是喜欢人类的样子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是不喜欢人类，我喜欢游戏。如果要我谈恋爱，我希望找个游戏打得比我好的人。比 Chessman 游戏打得好的人类，女人，有没有搞错？你怎么来了？不再多睡会儿啊？粥还没好呢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看直播，啊，是不是我这个直播太吵了，吵到你了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把声音关小一点，你再去睡会儿吧。不用了，我以为你被粥烫到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哪有那么……自己不会弄个热水袋？我怎么知道基地有热水袋？你不问怎么知道没有？在这等我。这是粉丝给的。你刚才怎么就可以这样突然摸少女的肚子？老虎肚子摸不得。放在古代，你这样是要娶我的。我以为我在做好事啊，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惩罚？放在古代，我都娶你800回，然后又休你800回。娶了又休，然后再重复800回，难道不是贱得慌？不知道，可能是我间歇性眼瞎吧。这世界很酷。